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接上头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小马给我买的火车票了，就是明天的，我自己走，你们不用送。哎呦喂，今年过年呀，你们俩都回去，干脆我和你马叔叔把你们俩人的事儿办了。我干嘛那么着急？什么叫着急呀？你们才见了一回面，没什么感觉，以后这约会多了，见面多了就有感觉了。你别老想着你那些什么标准，什么年薪几百万呢，房子几处啊，有豪车呀。咱们就是一个小老百姓，能找着马猪猪这样的就算是高攀了。我跟你说说你马叔家的情况。老马呀，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退休啊，住着那个大四居。马猪猪自己有两居室。哎，那辆车你也看见了。不是豪车，可那也是汽车呀。在北京，他就算是有房有车族。将来你们成了家呀，愿意跟他们老人住在一起也好。有了孩子，他们还可以帮着带带，这多省心呢。行了吧？行。您不认同我那些标准也就算了，可我在北京辛辛苦苦奋斗这么多年，事业上还没有成就呢，您就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把自己给嫁了？行了。嘿，你这孩子真是！你拿酒干什么呀？您不是马上回老家了吗？啊，今天我陪您喝点。嘿，我祝您一路顺风。哎，哎，你慢点，慢点喝，你看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心里有事啊？对。啊。这次为了完成您的任务，为了给您在马叔叔那边找回面子，我跟马叔叔约会了啊。可我把人展望给伤了。那不叫伤，你跟他不合适。那是您不了解他，对他有偏见。我知道您第一次见他，看他喝多了，觉得他是公子哥，对吧？对呀。可您不知道他为什么喝。为什么？为我。为你呀。我要接单子、做衣服、跟客户谈合同，就得跟客户应酬喝酒啊！你说我一个女孩，我怎么喝？都是人展望一杯一杯帮我喝出来的。这么费劲，咱不干这个了。不干了啊！你一句不干那么轻松，一百个人在后面等着呢。我不干，我这房租怎么来的？我怎么养您啊？您去看看，每天早高峰地铁站、公交站，那些人乌泱乌泱的都在那儿站着呢。我要是不干，人家就有落脚地儿。我在北京要立住脚，我就得干。你知道吗？上次有一个客户把我骗去他别墅，说要签合同，还好展望赶过来救我。要不然你女儿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开车猛。我开车受伤，都是展望一次一次陪我去医院。
还有，你知道他脖子怎么受的伤吗？怎么受的伤？就是为我陪客户骑马，从马上摔下来了，差点就瘫了。这展望的颈椎摔坏了是因为你？哎呦，你以前没跟我说过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光跟我说你那些条件、那些标准呢，我以为你就是冲他钱呢。行了吧，这些都过去了，咱不说了。只要您好好的，您高兴，我就满意了。哎，你别喝了，别！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走啊？要不这样，明天我找展望。不是你找人家干嘛去？我当面谢谢他呀，谢谢他对你的关心，对你的爱护啊。我把人都伤成那样了，您去不是往伤口上撒盐吗？不能去。小展，哎，小展，来来来来来，大叔，哎，不是，您这是啊，我要回去了，来跟你道个别。小妮不送你啊？来来来，我送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小展，来来来来，你坐下。我想跟你说两句话。哎呀，你看呀、啊，过去咱们俩呀、啊、也相互不了解，所以我对你。有时候态度不好，你可一定要多多包涵。不会，昨天啊，小妮都跟我说了，你对她特别好，平时给了她很多的帮助，特别是最近啊，因为小妮，你把自己的颈椎都给弄伤了，我听了之后真是过意不去啊。放心吧，是吧？我没事儿。我是想跟你说呀，关于你和小妮的事儿。我还是不同意，我觉着你们两个不合适，这一点你一定要多多的理解叔叔。我这次来呀，就是为了给小妮介绍对象，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儿子，叫马猪猪，是 IT 的总工程师，在北京有房有车，特别是这孩子懂事孝顺。我已经让他们见面了。如果说他们是一见钟情嘛，那是有些夸张。可是我觉着他们相处得特别的好。哎，你看看，这就是马猪猪，这是小妮。这不是小时候的照片？对呀，他们青梅竹马一块长大的，所以这次一见面，一下就把小时候的感情都给找回来了。叔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跟小妮没什么。没发生过任何事情。那可是小妮怎么说？说那个小妮跟您说过什么呢？我想应该是她想多了。我跟她是普通朋友。真的？你没骗我？说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前、以后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好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爸。啊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见着小展呀、啊，我跟他道个别。你这演的哪出啊你？我的事儿我不让你少管吗？怎么着？你是想逼着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是吧？你说什么话呢？怎么了？啊，我为什么管你的事儿？因为我是你爹。好了，你们两个闭嘴。行行行，我什么都不说了，我现在就走，省得我招你讨厌。小展呀、啊，记住我的话啊，叔叔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不是，说，我。哎，你怎么什么跟你爸说话、啊？你普通朋友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放清楚自己的位置，以前、现在、将来，咱们俩都只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。忽然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又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相爱却分开，为
强哥，勇哥说今天是七夕，是大日子，他有事儿不过来，让他完事儿直接回厂。田小姐，这是我们林总送您的鲜花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替我谢谢你们林总。好的，我已经等到，祝您七夕快乐。谢谢。哟，这礼物可真不少，花都送到这儿来了。嗨，都是些老客户。小聂，我提醒你一句啊，白总今天从巴黎回来，一会儿就到这儿，要马上跟进每个 case 的完成情况。你放心吧，白总的事儿一件都不会落的。好。我那边有个客人交给你一任务，现在这手机呢就归你了，本子上的名单你都对好了。如果60分以下的呢，直接挂掉；60分到80分的呢，就跟他哈拉两句，比如我在忙啊，或者是我在国外出差啊。80分以上的呢，就把他的名字记下来，说你一会儿会亲自打过去。上道了。我是展望打过来的，你马上下来找我。如果是展望的话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。喂。大勇哥，我是翠翠。哎，翠翠啊，小妮这人呢？啊，她有事儿，她去忙去了。一会儿回来。啊，哎，那你帮我看看人到了吗？什么人啊？请问哪位是田小姐？这儿。您好，我代表高大勇先生给您送上情人节的礼物。啊，哎，大勇哥，人到了啊，还有只熊。你说那样行吗？我说的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快点！有素不是被取消资格了吗？他们这是干什么？有素车行只是想展示他们的能力，我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小妮姐正在巴黎参加时装周呢，啊，太啊，再联络啊，哎，姓刘的说是一个主持人，这是我客户，人后天找我试衣服，你说我在巴黎，不如你按不按本上的名单去？我看了呀，这你看，都这么多人打了，高大勇，哦对，大勇哥来了。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他想说的话，这只小熊会告诉你。不是还有谁啊？怎么没有展望的电话啊？他好像还没有打过来。哎，小妮姐，来，新鲜的鲜花饼，可香了。香啊！哎呦，现在吃。啊！啊！娘娘。哼！啊！谢谢娘娘。同志，吃饼。这样。
还行啊，这么不错。三秒，这回跑会不错。对啊，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何超，回去吧。走了。小王，马车马。我代表弟兄们谢谢你。怎么谢啊？问你们呢，这次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怎么谢都行啊。掌哥你做主。其实我都帮你想好了，你就做我的私人教练怎么样？除了这件事其他都可以。刚刚开始，谁都别嘚瑟。但是今天我们不聊工作了，晚上想吃什么，我请客。展哥，今天是七夕啊，今儿不成了。老大，我女朋友都已经在餐馆等我了，所以。展哥，对不起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也有约，实在抱歉了。你也有女朋友？喂。行吧，那我一个人回车行值班吧。哎，别呀，展哥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个单身的局。像你这么优质的男青年，肯定有艳遇，真的。你为什么不涂唇膏？哦，我忘记了。你的形象是给客户的第一张名片，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。好，设计稿怎么样了？啊，全部做完了，待会儿送到您办公室。OK， 嗯，谢谢，拜拜了。亲爱的田小妮小姐，七夕情人节快乐！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，请允许我为你送上祝福。他怎么会说？亲爱的田小妮小姐。七夕情人节快乐！你赶紧帮我把熊扔了。在这个浪漫的日子里，请允许我为你送上祝福。我就知道是你，田小妮。我才走几天呀？这儿就像菜市场。我告诉你，今后除了工作的东西，其他的东西我都不要看见了，明白吗？好。好。他怎么能说谎？寇大勇怎么那么二啊？一天到头都没人约我，教我两招，还真有教你的。今天晚上没约会是吧？嗯 ，Photoshop， 回家好好学习学习，把我们这两天的客户名单再整理一下。哦不，今天晚上你什么都别干了，你今天晚上就好好在家陪着顾佳，千万不要让他上街，让他看见成双成对的人和满街的玫瑰。啊，你现在就走啊？到点了，我要换衣服去了。我今天晚上有个特别重要的约会，走了，拜拜。什么头？
你们都去约会，凭什么让我当单身狗？马猪猪，你好，别来无恙。你来干什么？妮，你真准时。上次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完成的怎么样？啊，我跟咱爸一说，让他把你交给我就放心吧。咱爸一听，踏踏实实回去了。谢谢你啊，猪猪，完成的特别好。改天我请你吃饭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包鲜花饼，你收到了吧？你从小就爱吃。展望未来的人，六点半的惊喜，喜欢吗？我看你还发朋友圈了，我还给你点赞了呢。咱爸回去之前拜托我照顾你，我一想今天这么重要的节日，我哪能不来呢？上次见面太仓促，好多话没来得及说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在默默关心你，守候你。打小我就认定你是我的新娘子，我对你的心意从来没变。哎，这是你要送我的巧克力吗？不是。好的。小妮，我在北京埋头苦干，总算攒下点钱，整出点名堂。今天是七夕情人节，我终于下定决心给我们这段感情画下一个完美的。马猪猪，不是，你可能误会了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妮，你别着急，我这。田小妮，嫁给我吧！你疯了？不是，马叔叔，你这是干嘛？你别这样！小妮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你先起来行吗？不是，你双腿跪地是上坟。哦，好的。不是马叔叔，你这么多真的太可笑了。咱们俩就算认识都不熟，你跟一个不熟的人求婚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咱们挺熟的呀，我了解你，这么多年咱们没见，那是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我没有勇气。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周围的一切，你所有的数据我都有。妮，你朋友圈里所有的照片我都有，有的你已经都删了，我把每一张都洗出来做好了标记。你每天在吃什么，玩什么，做什么，你和谁在一起，我比谁都了解。我知道像你这么完美的女孩一定是有择偶标准的。你看我是北京户口，还有车有房，我上个月刚提的总工，这个你是知道的呀。打住吧，猪猪，我们俩是老乡没错，我们俩从小认识也没错，可是这么多年了，我们俩没有任何的交集，你也不在我的生活里，对吧？我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按你的话来讲，我们俩不在一次元里。Do you understand? Yes. 但是天啊，你，如果你现在不喜欢我 ，Fine, no problem. 我是愿意等你的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可以尽管提。我就有一个要求。以后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到我工作的地方来找我。好的。现在呢，换一身漂亮的衣服，我们出去吃个大餐。吃什么大餐？需要穿成这样啊？看见没有？一起醉，单身派对，绝对高端大气上档次。一起醉？你听听这个名儿，
一听名就知道不靠谱。再说了，今儿这个节日跟你跟我有一毛钱关系吗？你就老实在家待着，别出去给我折腾啊！哎呀，天天都在家待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说人家小妮姐今天又收花又收礼物，还有好多人请她吃饭。那人家在外面又吃又花的，我们在这孤单寂寞冷，凭什么？又不比较差？不是，你说说你这是什么心态呀？为什么总是要跟田小妮去比呢？人家过人家的节日，咱俩过咱俩的日子有冲突吗？再说了，在家里边不是还有姐姐我吗？我不是人啊！哎呀，你天天就知道在家待着。我是要找男朋友的。那你看我这么年轻，我比小妮姐有优势呀。而且，人家小妮姐告诉我了，要先下手为强。哎，你说说你啊，李翠翠，你就是天天学歪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哎呀，姐，你不要总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呀？哎呀，你听我的吧，你进去画个眉毛，画个眼睛，我们出去见见世面啊。我不去，那我一个人去了。嘿，哎呀，也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会碰到几个帅哥呀，想想也是醉了。展望，当你打开这封信，肯定很惊讶吧？这是三年前的我突发奇想写给未来的我们的一封信。我常在想，三年后的我们此时此刻到底是怎样的？我们一定结婚了，我带着你为我准备多年的那枚戒指。咱们也许有了孩子，也许还是二人世界。不管是怎样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都要对你说，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事。我绝对不会爱一个拿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的人。从小玩这冰抓贼啊，不管你藏到哪儿，哥们儿总能找着你。别提以前，有事说事。老展，其实我一直特想问你，你说我算不算你最铁的哥们儿？然后呢？你不回答我就当算了。
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你去哪儿啊？跟这儿坐干嘛呀？哥们带你享受生活去。不去。是，我知道过去有些事儿呢你就不爱提。我这当哥们的呢装不知道，但今天你必须听我这最铁的哥们一回啊。走吧。不去啊。你瞧你那样儿，不爱搭理你。要这么着吧，哎，我新学会一首歌，特别好听，哥们儿你唱一个啊，要喜欢你跟我一块去。听好了，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一根藤上七个瓜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啦啦啦啦，叮叮当，哎，嘛呀？说走就走啊你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这不好听是吧？哥们儿，这换一个啊，那个啊。喂，喂，顾佳，在哪儿呢？我还能在哪儿啊？倒是你这大情人节的不过节，怎么会给我打电话呀？什么情人节？我今天一个人。落单儿？情人节甜小妮儿，落单儿？你可别逗了。别提了，出来陪我喝酒吧。出来喝酒的话，不如你跟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怎么样？啊，单身派对？不要不要，你搁这等着。哎，等谁呀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哎呦，帅哥在那儿过。怎么讲啊，妹妹？这就是场景级的我那兄弟展望，背好他、哎、啊，来来，哎，这就是你说那个展哥哥呀？就是啊，哎，你讲你展哥哥呀，今天心情特别美丽，特别需要美女陪。是啊，啊，继续喝一个，来，展哥哥。开心啊！来来来来来，碰一碰。哇塞，哎姐，姐，哎，你说这个对吧？说正常，我特别高大上上上等的人是吗？是吧？是那种吧？我不会，看你脸很强啊！哎，啊，那你可把我往上提点吗？怎么的？你说我呢？说的看来，人家说这叫有诚意。哎哎，就是这个。哎姐姐姐姐，我给我拍张合影，证明我来过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顾佳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怎么那么大声啊？我叫你半天、啊。哎哎，小妮姐，走吧，我们进去吧，反正人都到了。啊？进去吧，人都到了，快快，跳跳起！小妮。哎呦，啊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不在这儿啊？今儿哥们特意给你传的局，给我传的局。对啊，那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还不是呢？哎呀，不是让那个爱心小熊给你捎话了吗？哈哈。那这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，一块坐，来来走啊！哎，慢慢，你忙你慢，哎哎哎哎哎，来来来，来妹妹你让让让让。哎呀。跑这儿来找自己的？我以为你忙，所以我今天没有第一时间。我忙？我看是你忙吧。你现在是不是恨不得长出八只手呀，一手搂一个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没见到我们跟展哥哥正聊着天呢。就是。有哥，你也真是什么朋友都交呀。你瞎说，你瞎说。帅了。
你不是说今天这局是为我组的吗？是啊。那今天什么主题呀？今儿主题，哎呦，小妮儿，今儿不是七夕节吗？我就把大伙儿都凑一块儿，热闹热闹。主题就叫一起醉。哎，对啊，喝一个吧。来来来，喝，我给你喝，来来来，一起醉啊。来，喝什么呀？我们也喝。那我先干杯。咱们也喝，咱们也喝啊。哎，你说高大勇，你这朋友展望平时挺高冷、挺能装的呀，也喜欢这种局啊？他呀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。我觉得这个朋友啊，也挺有意思的啊，挺喜欢这地方，挺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老陈，你干嘛去？我累了，你先回了。你别，人都刚来着。哎，老陈，老陈，老陈，喝一起醉嘛？来，咱俩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展哥。想起来了，跟你一块来转铃铛那女的吧？对对对对对，她呀，怎么条件？哎哎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哎，老板，那个他们一块来那女的个挺高的，有印象没有？喝醉了让两个男的架走了。喝醉了让两个男的架走了。那男的不你们一块儿的？不是。啊？干嘛呀？谁呀？跟他们走吧，咱们玩点刺激的。这谁呀、啊？为什么要跟我们走啊？咱换一家玩，那边更嗨。不是你们什么人呀、啊？你们躲开！你们别，哎，别碰我啊！躲开！哎，干什么呀？流氓！抓流氓了！流氓！给我让开！你们干嘛呀、啊？你们？没事吧？我警告你俩啊！你俩要在这儿给我撒野的话，我就报警了！我干什么？别装纯了，姐，大家都是熟女嘛，说话呢。正好一人一个，走吧。姐，你干什么呀？靠边，靠边，你
们俩哪儿的？你他妈哪儿的？松开！不他妈松！松开！不松！怎么着？你谁呀你？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又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最美的爱情。